网传十日预产的姚晨终于在12日由丈夫亲自开车护送，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进了待产医院准备产子。据悉，姚晨来到医院前15分钟，曹玉母亲等已先期抵达，随后姚晨的母亲也来到了医院。姚晨进院后就遭到等候已久的众多媒体的围堵，他只回答了一个问题，预产期其实是昨天，今天已经过了。娱乐九九整理报道。睡梦花甩甩手，好喜欢美丽的一天，没办法，红了脸，我就是这样爱上。好喜欢美丽的一天，像这样不要找打，心想会唱歌的照片，每一页都发个新鲜。好喜欢美丽的一天，微微笑翘起嘴角，把梦想装进书包，抛开我所有的烦恼。好喜欢美丽的一天，像这样不要长大，贴上会唱歌的照片。